部队的，啊！哎，小同志，小同志，前面那个领导是谁呀？别说话，小心伤口。我怕我死在半道上，我现在就想知道。 我们是鲁西军区的，前面那个首长是我们副司令员，他叫黄华。小主任，经过侦查，冀鲁边境的情况是比较严峻的。是啊。哎，你们在路上救的那个地下党老李，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他在冀鲁边区一带是很有影响的。
他的父亲是我们的堡垒户，用铡刀连砍6个日本人的，就是他们一家人。鲁西那边，你恐怕是不用回了。陈光代师长和罗荣桓政委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新的任务，带兵开赴晋鲁地区，夺回那一带的主动权。1941年秋，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黄华受八路军1115师委派，率领部队开赴河北与山东交界的冀鲁边区，重建遭受日伪军严重破坏的抗日根据地。正因为这种形势险恶，我们的部队才暂时在那里撤。现在的问题，冀鲁边区怎么能拱手让给敌人？就是再危险、再艰苦，我们坚决打回去。 相信你，到了那儿一定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你这次可是临危受命啊！我会努力的。好。考虑到新任副同志呢，对那个地区更加熟悉，也考虑到他在那里战斗多年，经师部研究决定，由你担任115师。 教导第6旅副旅长兼任冀鲁边区军区副司令员，至于郑司令一职，仍然由新任副同志担任。你看，没问题啊，我举双手拥护。新司令员身体不大好，又被安排到党校学习，稍后才能赴任，所以我明白。小王主任，您放心吧，一切为了抗日。 我会摆正与新司令的关系的。嗯，好。这事儿啊，可真有意思啊。您说，既然让您当这个司令，干嘛又让那姓黄的带着部队回我们的地盘？那以后我们的工作怎么做？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 再说了，就现在这形势，那冀鲁边区是咱们的心血，咱的地盘拱手让给日本鬼子，我也不甘心呐。理儿是这个理儿啊，可万一…… 正在八路军1115师党校学习和修养的新人铺，听到黄华带领部队开赴冀鲁边区，感到莫名的烦躁和隐隐的不安。兰青，我的话你可以不听，可罗政委和肖主任的话你总得听吧？罗政委下来的不是军事命令，我也可以不听。再说了，我不光是你的妻子，我还是一名战士。 我是机要员，你说那里危险？长征是危险不危险？吕梁山上危险不危险？我都闯过去了吗？哎，可你现在带着孩子不方便，你知道吗？你这样会拖累部队的。我已经想好了，把老大送给这里的老乡抚养，老二还小，我抱着他走，不影响行军打仗。 小李子，到，去，按我说的条件，现在就找一个能够收养老大的老乡。你快去呀！ 王司令，人家还等你命令呢。是。
老弟啊，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虽然说你这望子岛远离村镇，皇军一时半会儿还懒得理睬你。要叫我看来啊，这也就是两袋烟的功夫。哎，兄弟，难道你就没听说过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吗？看来冯兄已经跟东洋鬼子接触上了啊。老弟啊，我不能空着手来啊，我给你带了点薄礼。还是冯兄懂我心思。行了，司令，哎，这一路上辛苦吧？嗨，啊，你这一来啊就好了。咱们边区的天啊，就算是塌不下来了。周政委，千万别这么说。哎，咱们俩一起努力。好好好。哎，振环同志，哎，过来一下。好。政委，哎，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黄副司令。是上级派来领导咱们工作的，这是县长兼县大队长江玉民，黄司令，你好，你好。这是回民支队队长刘振环，司令，你好，你好。哎，对了，振环同志，问你个问题啊，你们的回民支队跟马本山的回民支队有什么关系吗？啊，都是由回民组成的抗日武装，只是活动的范围呢不一样。马本山呀，主要是在西边的县县一带活动，我们呢就在本地。啊，对对。耍耍，不动，走，来，手掌就拿一下，好，好，好，这是咋回事？饿的司令，好几天没吃饱一顿饭了。老乡，老乡。
老乡，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武装，是咱们的子弟兵，开门呐！老乡，老乡开门，老乡，老乡，老乡开门。行了，别敲了，咱去住芦苇荡。你得尽快习惯它，啊！姑娘姐，你吃了吗？好意思问呢，人家从小在吕梁山区长大，你就说吃，连见都没见过这鱼虾。这下可好，吃坏肚子，说不定啊还会脱水。哎，等他醒了喂给他吃。可咱们就两片药了。你放心吧，还会再有的，什么都会有的啊！哎，兰姐，哎呀，这个生鱼虾再难吃，你也得多吃啊，别让孩子跟着一块挨饿。你看不见就别看了，多费眼睛啊！嗨，没事儿，哎，你快进去吧。啊，我去找点豆油给黄司令点上灯吧。哎，你出来干什么？快快睡。回去我给你量下体温啊。哎，郭大姐，嗯，前几天我跟黄司令去师部，听师部的人说啊，现在大城市夜里啊，都是点电灯，已经不点油灯了。那你说啥是电灯啊？电灯，就是用电的灯呗。哦，那是电油吗？应该是吧。我听师部的人说啊，电灯可亮了。那你说啥是电油啊？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呀，我觉得咱们以后肯定会见到电灯，而且大伙儿也能用上电灯。顾大姐，我们以后能用上电灯吗？能用上电灯。顾大姐，我们以后真的能用上电灯吗？
会的，大家以后一定能用上电灯。松井君、知っているか。はい。八路軍正規部隊がまた前戻った。八路軍正規部隊が。そうだ、司令官はこうか。調整にも参戦した。延安から来ているそうだ。こうか。君では相手にならんな。私が相手になって粉砕してくれる。司令，那就是望子岛，海匪陈二龙的地盘。陈二龙啊，也是苦出身，实在是穷的没办法了，才上岛当了海匪。他手下嘛有几百号人，枪嘛也有几百条。哎，他对日本人什么态度？啊，据说他跟日本人的关系分得挺清楚。小杰，你联系一下，我要会会他。大哥也不会遭此大难的。姓冯的，你少在这儿跟我扯风凉话。日本人为什么抓我大哥？他们怎么知道我大哥在哪儿？这事儿你能不清楚？哎，兄弟，你这话的意思好像你大哥是我让日本人抓走的。水里的王八岸上的鳖，你不清楚水清楚，是不是你我不敢说。但是上次你过来送给我的那些东西都是一水的东洋货，肯定不是你的什么战利品。我在想，是哪个东洋鬼子赏赐给你的吧？哎，二龙兄弟，你要这么说，咱可就没意思了。我这好心好意的给你牵线搭桥，你在那儿却指桑骂槐的怀疑我。我这是何苦来着呢？我不干了，这事儿啊我不管了。站住！姓陈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承认，你的人马比我多，装备比我强，可你别忘了，你大哥还
还在日本人手里头攥着呢。你不会这么快就想把你大哥送上西天吧？哼，冯兄，跟你开个玩笑，看把你紧张的。客官里面请。黄华亲自指挥营救海匪陈二龙大哥陈大龙的行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黄华走出的第一步棋就是团结和争取当地的土匪海匪，以壮大冀鲁边区的抗日力量。事实证明，这是打开边区局面的重要一战。二两老白干，三两牛头肉，您稍等。陈先生，我不会等你太久。要么你和你大哥跟了皇军，升官发财；要么亲手抚养你长大的哥哥，就与你阴阳两隔。陈先生，你还剩下不到15分钟的时间考虑。太君，您是？大队大队长江玉民，我们是来救你的，快走。陈先生，你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考虑。二龙兄弟，你就听我一句劝，依了太君吧。啊，闭上你的臭嘴，快走，快快走。狼牙，我的狼牙不见了。什么狼牙？那是我家产的宝贝，我和二龙一人一个，不行我得回去找。哎，不要，不，我去，你们先走。快，陈局长，你们先走，注意安全。快快快，陈先生，非常抱歉，时间到了。看来，亲手抚养你长大的哥哥，就是被你一步一步送到了地狱，实在令人心痛，令人心痛。等等，怎么，陈先生，你改主意了？你把我大哥放了。我可以听你的，但我先要见到我大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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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水印。强队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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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走好啊！走。要黄司令救我一命，是江队长救你的。哎，也是你黄司令救我一命。黄司令，你们救了我大哥，我没得说。从今以后，你们八路军就是我程二龙的亲兄弟。新军大长走累了，到我这儿来歇歇脚。渴了饿了，我这儿有馒头，有肉。还有酒喝，需要我帮一手的时候，尽管言语一声。我程二龙要是皱一下眉头，那都不是爹娘养的。二龙，既然成了亲兄弟，干嘛不合在一块儿当鬼子呢？咋说咱都是中国人，哪能让东洋鬼子在咱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天底下让我程二龙佩服的人没几个，你算是一个。什么都不说了，从此以后，我程二龙跟定你黄司令了。你不答应，我还不依呢。程二龙的收编使锄奸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他本人也以调任军区特务团团长的成绩，成为了黄华的第一张胜利序曲。王老板，我要的货给我带来了吧？正是给你送过来了。这个呢是银土，那个是木镐。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以免惊动据点里的鬼子。啊，军区锄奸队，今天晚上开始行动，咱们今天务必要把这两个大汉奸除掉。好，你放心吧。二龙哥，你说这城里边有电灯吗？200里外天津没有。二龙哥，那你见过电灯吗？没有，我见过汽车灯，据说那也是烧电的。五一范老大那说，我离老远见过一眼，雪亮雪亮。跟上陈掌柜。好。队长，你看我打死你是谁？县大队。你是什么人？大队。哎，快快快快快！我抱抱，快让我抱抱，快让我抱抱！哎，哎呀，你孩子瘦了啊！哦，对了，这是我给孩子的礼物。哎，老周，这什么呀？啊，这是羊奶，是我让人从县城啊专门搞来的。我女儿终于有奶喝了。谢谢周政委，喝吧，孩子。你都快两岁了，还不会走路，乖吗？極めて重要だ。少しの間違いも許されん。彼ら将校は三星作戦の造営部隊として今回選出された。はい。
八路軍は山西方面で100の兵を持って我が軍に攻撃を仕掛けてきた。多くは我が軍の交通網遮断を狙ってきている。山西方面に向け、君の任務は何としても八路軍の合間をかいくぐり造営部隊を無事通過させることだ。はい、大将殿、必ず任務を無事遂行してまいります。黄华等待已久的战机终于来了。获悉日军军官团要通过冀鲁边区增援山西作战的情报，黄华决定以小股骑兵作为诱饵，采取诱敌深入之计，巧设埋伏，将日军军官团和数百名伪军引到芦苇荡深处，打响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县长兼县大队长刘冠英，江队长牺牲以后，由他接任了。王司令，哎呀，知道知道，你们来的正好啊！这次伏击战，你们县大队和回民支队打得漂亮。哎，是大伙打得好啊！太好了，这回咱们再也用不着吃生鱼生虾和野菜了。同志们，我说两句啊。前段时间呢，咱们怕暴露目标，不敢生火，都是靠生鱼生虾过日子。有很多像小李子一样的战士，为了这个，把胃都吃出了毛病。但咱们照样行军打仗，靠的就是这种吃苦和牺牲精神。但是，光靠这种吃苦精神是不行的，咱们还得靠老百姓的支援。没有老百姓的支援，咱们就寸步难行。眼下兵荒马乱，连年欠收，很多老百姓家里都断粮了。你们说，这些羊我们能吃吗？我们吃得下吗？王司令，别说了，这些羊我们吃了，全都给老百姓。不，我不同意。老周，啊，老黄，你听我说啊。现在老百姓缺的不是肉，他们根本吃不起肉。你看咱们是不是这样？咱们把这些羊和其他的东西都换成粮食，然后再发给老百姓。大家说好不好啊？八路军115师，佯装大捷，
我集中优势兵力于杨庄之北芦苇荡设伏，又增援山西的60余日军军官及300余护送伪军入芦苇荡我伏击圈，歼灭日伪军250余人，令俘伪军近百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冀鲁边区军区黄华。打报告，就说我要回冀鲁边区工作。是。哎，拉长，司令，司令，司令。可是咱们这边的学习还没结束呢。打报告，我让你打报告，李尔邓龙了。去吧去吧。是。老乡，快开门啊！老乡。哎，怎么回事？王司令。啊。就没有一户人家开门啊？这样吧，让战士们把粮食都放在门口，咱们走。好，都放下吧。同志们，把粮食放在老乡家门口，咱们撤。小伙子，是你上这个村找个羊奶吧？是啊。是给孩子喝吧？啊。小伙子，你要是信得过我这老头子，就把这孩子抱到我家里头来，我家儿媳妇的奶呀，好着呢，我那孙子都吃不了。孩子，你知道你有多大了吗？啊？你都2岁多了，还不会走路，这以后咋打仗啊？啊？孩子，我告诉你啊，现在你的后勤问题呢已经解决了，这就要看你自个儿了，啊，听懂了没有啊？要是再不进步的话，爸可真的要生气了，啊，要严厉的批评你，还要给你个严厉的处分，知道吗？嗯。兰姐，咱这是在郊外，想哭就哭出来吧。没事，我这是高兴的。打扰打扰啊！哎，老黄，告诉你好消息。老赵，你快说。哎，啊，刚才师部来电报了，说新司令员今天就能到。是吗？真是太好了。哎，老赵，咱今天晚上得搞一欢迎大会啊。好啊。司令员秘书长邢朝兴，欢迎。幸会幸会。后勤部长潘特，见过黄副司令。欢迎欢迎。军区参谋长陆成道，哎呀，欢迎欢迎，来坐下。哎呀，新司令啊，真是太好了，早就盼着你回到边区呢。啊，你在这带领导过抗战，又是本地人，啊，你回来，这天时地利人和我们都占了，以后的工作就更好开展了。我何尝不急啊？在党校上学的时候，我早就坐不住了。现在抗战的形势越来越好，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我怎么好意思在后方享清闲？所以啊，从明天开始你多休息，这里的工作就交给我好了。老黄。哎，老黄，今天晚上欢迎新司令的大会恐怕开不成了。哎，怎么回事？出什么事？我派人找遍了附近的村庄，一盏汽灯都没有。马灯啊，多找几盏马灯也行。
马灯也没几盏，再说就是有马灯，咱们也没有点马灯的油啊。算了吧，我看会就别开了，把老百姓们都集合起来也不安全。哎呀，报告黄司令。哎，我有一个想法。哦，快说。咱们不是找不到汽灯和马灯吗？咱们可以点电灯啊。你这个小李子真能开玩笑。哎，是这样啊，这个来到边区之前呢，我带小李子去过一趟师部，他听师部的人讲，现在大城市啊不点豆腐灯了，都用成电灯了，所以啊他就记在心里面，我忘不了了。新司令，你去过大城市应该见过电灯吧？啊，在南京上军校的时候啊，倒是见过电灯，是个玻璃球，很亮很亮。哎，小张，到，饭好了吗？好了，上吧。关于敌情分析。看到黄华来到冀鲁边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扭转了抗战的被动形势，开创出大好局面。远在115师党校修养和学习的新人谱心急如焚。一向把边区当作自己地盘的他，再也坐不住了，急匆匆地赶回赴任，而且毫不掩饰地独揽指挥大权。令满怀欣喜、热切期待新司令归来的黄华感到一丝陌生和困惑。来，哎，老黄，稍等一下，有个事儿跟你商量商量。来，来来来，坐坐坐。啊。这么回事，我老母亲啊，在延山老家。再过几天，就她老人家六十大寿了。按照当地的风俗，这六十大寿得操办一下。那就办吧，让老人家高高兴兴的。哎，新司令，你老家离咱们这个地儿有多远呢？啊，在延山县，离这儿有个七八十里地吧。哎，你看啊，把老人家接到咱们这儿来办，这人多热闹又安全呢。哎，其实啊，开始我也是这个意思，可是老太太就认他的理儿，非要在老家办不可。算了，咱也不多说了，反正这是我家的私事。我先回趟老家，跟长辈们商量一下。哎，新司令，这可不是你家的私事。你想想啊，八路军司令员回到老家村子里，给老母亲操办六十大寿，传到鬼子据点里会怎么样？哎，这事儿当然要保密啊，只能让村子里的乡亲们知道。你只要操办就会传出去，咱们会搞情报，敌人也会啊。是啊，开始我也不同意操办，可老太太都六十岁了。还能活多少年？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随老人家的愿吧。新司令，这确实不是你家的私事，而且这件事也不小。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建议啊，召开一个党委会，专门讨论一下，或者向师里。老黄，第一，我母亲办寿是我家的私事，不是公事，我可以做主。第二，我是军区司令员，没有我的同意和批准，任何人任何事儿都不能向师部报告。老周，我了解过了，在这里办六十大寿是件大事儿。不管有钱没钱呢，都得大办一场。要是你不办的话，对老人对乡亲们都没法交代。新司令员坚持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他是在尽孝。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无论你做多大的官，都会让人瞧不起。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吗？作为一个司令员，他总该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吧。实际上，怎么拦也拦不住。哎，老赵，我觉得，咱们与其硬去阻拦，伤了和气影响团结，倒不如啊积极配合啊，提前安排，布置好部队，
保证安全，岂不是皆大欢喜吗？好吧，老黄，就按你说的办吧。黄司令，老李。黄司令，老李啊，你咋来了？哎，政委，这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哎，这个腿是废了，不过呀，不耽误打鬼子。我这是到东庄有点工作，这不顺便路过你们这儿，我怎么着也得过来看看我的救命恩人呐！啊，黄司令啊，我听说出卖我们一家的那个汉奸，让你们给枪毙了。啊，哎，他这是罪有应得。哎，我说老哥，你得好好保重身体啊！啊，我身体没问题。哎，走，去我们那儿吃吧。走。那好，老李啊，你上次唱的梆子戏特别好听，哎，会写骨头啊，我想学学。就等您呢，来，里边请。二舅老爷来了，来，您慢点。二舅，赶紧，别上座，哎呀，谢谢了，特意赶过来给您祝寿来了。这就是黄夫人嘞。大娘，哎呀，您今天啊是寿星，祝您啊身子骨硬朗，长命百岁。谢谢了，黄副司令啊，人虎啊早就谈起你来了。你这来呀，我真高兴。哎，这站着干嘛？快进屋里坐。对，走。好嘞。好，屋里去。哎呀，金司令啊，你家老宅真够大的啊！是祖上传下来的，来，请坐。哎，在这一带不算是最大的。我年纪轻轻就出去读书，后来又参加了革命，这老宅子啊，也没住过几天。来，喝水。哎，那新司令员祖上是啊，家父曾在国军，就是国民党军队里面带兵打仗的。岳丈家曾经有些薄地，家道还算殷实。报告，进来。新司令员，有紧急情况。有一支我军部队拿着115师的公函，说是前来给老夫人拜寿的，还带着许多寿礼。这是怎么回事？师部怎么会知道老太太办寿啊？是谁报告的？这师部离得那么远，怎么可能派部队过来祝寿呢？对呀，是有些奇怪。师部派人过来，应该提前发电报。哎，他们来了多少人？有一个营的兵力，穿的都是便衣。他们在哪儿？已经到村口了，外围的岗哨已经被放行了，我们给拦住了。敌人肯定是化成龙我军混进来的。听我命令，马上撤退，掩护老太太和新司令先撤，从后面撤退。
根据我们搜集到的情报，今天许多据点的敌人都出动了。初步估算，他们的兵力是我军的3到5倍。敌人是想一口气吃掉我们边区的几位首长，摧毁我们的作战系统。借此出一口他们这一年多来连吃败仗的恶气。同志们，今天的情况非常的危险，如果不是黄副司令员提前有所安排和部署，那么今天的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即便如此，我们的损失依然很重啊。我们牺牲了80多名战士，还有20多名回民支队队员和县大队队员，军区警卫排长和手枪队长也牺牲了，负伤的更多，有100多人吧。这件事情我负全部责任，是我低估了敌人，我太大意了。在把全部事情弄清楚之后，我会向师部报告的。但在弄清之前，谁也不准许报告。我不同意，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师部报告。我们一次战斗损失这么多战士，这是一年多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是严重的错误，是失职。够了！别忘了，我是司令员，你是政委，在作战这个问题上，难道一个司令员要听政委的指挥吗？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那还能叫共产党员吗？老赵，你先坐下。秦司令，你也坐下。同志们，这次惨痛的教训，在座的各位都有责任，也包括我。至于向师部报告的事儿，我和邢司令员下来再沟通一下。新仁普不顾黄华劝阻，执意未满清过寿，被日军钻了空子，给部队造成重大损失。黄华为了维护司令员形象，保护同志感情和加强团结，他顾全大局，勇担责任。但黄华的磊落和努力没能改变新仁普的人生道路和方向。老谢，这次损失的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老谢啊，我真的希望你能振作起来。黄副司令，哎，邢司令员现在怎么样？哦，已经好多了。那卫生员在这守了一夜，说邢司令啊，主要是劳累过度，需要静养啊。咱们去看看吧。好，黄副司令，嗯，要不您先别去了，邢司令的头痛病又犯了，吃了点药，刚躺下。那好吧，让他先休息，我们晚点再来啊。哎哎哎，等等，我没睡着，你们进来吧。老邢，哎，没事了吧？没什么大事。别起来，没事，来来来，下去。就是老毛病犯了，头疼的厉害，折腾一夜没睡好。就是因为这个毛病，我才这么晚来上任的。刚才我正想派人去叫你们，你们就过来了。老黄啊，以我现在的身体，面对咱们边区的工作和任务，恐怕是抵不住了。我想来想去，还是先去趟望子岛休息一段时间，
养养病，好好调理一下。老秦啊，现在敌人的势力还很强大，我们的任务呢也很艰巨，需要你在第一线指挥部队作战呢。老黄，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就按我说的办吧。师部那边我会报告的，这边就拜托二位了。组织新的战斗。一定是对的。司令，虽说这是一招险棋，可也是双保险的棋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司令。新司令，新司令，客人到。新司令，这位就是山田先生，这位是山田先生的翻译官。よろしく。先生，山田先生说了，打扰了，请多关照。这位是咱们军区的黄副司令员，今天刚上岛。这位是咱们军区水上队的冯队长冯冠奎。黄司令，这个是我的小夫人。哎，大家快坐，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啊！黄副司令员，今天刚上岛。大家伙就算是给你接风了，来举杯。黄副司令，黄副司令，黄司令。来来来，快吃。你这人挺实诚，对人也挺好，就是脾气太直，遇事太认真，又爱认个死理儿，这点你得改啊，要不然往后肯定要吃大亏的。哎呀，这个缺点啊，我自己心里都知道，可就是改不了。人常说江山易改，本心难移嘛。不过以后我会注意的啊。我跟你说这些也得想给你交个实底儿。其实我这心里面很痛苦，我也想劝你想开点。你说这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呀？这仗打过来打过去的又能怎么样？这打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啊？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这没什么好疑问的。咱们不都学过论持久战吗？赶出去，那得什么时候才能赶出去啊？十年、二十年，还是更长时间？要我说呀，这抗日战争至少还要再打这十年、二十年以上。
日本人很强大，咱们打不了啊。哎呀，咱们受苦受罪，出生入死，到头来能得到什么呀？老黄呀，你都看到我那儿了啊，我也喝酒，我也吃肉，我也让人从天津买来了烟酒罐头，好多洋货。哎呀，得过且过吧。你说的那个论持久战，咱学过三个阶段吗？像什么战略防御、战略反攻，还有什么战略什么？啊，老邢，里面的。老邢，我相信抗日战争很快就会胜利。共产党八路军就凭着跟老百姓的血肉关系，就能得到天下。别看国民党军队多、装备好，可是他们不得人心。自古以来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这绝对是真理。老黄啊，你有热情、有理想、有信念，这我承认，我也很佩服。但是我已经没有了。要说过去，咱有啊，可是我毕竟比你经历的事情多，见的世面广吗？我都看透了，那最后一切还不是一场空啊？老黄啊，我今天跟你说了心里话，掏了心窝子。当然了，这些话只限于你我之间说说，我是绝对不会跟外人说的。我相信你也不会跟别人说的。我劝你多想想，人生短暂，战争年代更是如此啊，生死难料啊。所以啊，遇事别那么认真，别太认死理儿。老秦，我不这样看。现在国难当头，我们无论遇到任何事儿，都不能先为自己着想。作为军人，我们得时刻准备着为国捐躯，为民族大业而牺牲自己。哎呦，我没看出来啊，黄副司令还想当民族英雄。那什么是英雄啊？很简单，我觉得所有的人都能当英雄。哎，你说那个老李他不是英雄吗？还有他的儿子，他的爸爸不是英雄吗？还有那个送羊奶的李大爷，你觉得他不是英雄吗？谁想当英雄就去当好了，我肯定是当不了英雄啊。老邢，我这次来呢，主要是来看看你，看看你身体养得怎么样。希望你能尽快回到边区。啊，对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说吧。冯冠奎的事。冯冠奎有什么事儿？我觉得不应该收编他。这就奇怪了，为什么不能收编他？你不也收编了陈二龙吗？他们两个以前可都是土匪，可他们俩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冯冠奎曾经投过敌，而且据我得到的消息是，他现在仍然和日本人有所勾连。我现在甚至都怀疑他投诚过来是受日本人的指派。你什么意思？那你就是说我也和日本人有勾连了？老邢，无论如何，冯冠奎这个人很不可靠，收编他的话会后患无穷的。老黄啊，是我了解他还是你了解他？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我了解他，并且我也很信任他。那任命他为军区首相的队长，总得讨论和商量一下吧。什么？讨论和商量？我觉得应该开个会，好好的讨论和商量一下。老黄啊，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你，你都没有听懂。我再重申一遍，我是司令员，你是副司令员。任命一个军区首战队队长是我的权利，听懂了没有？是我的权利，难道我还要向一个副司令员报告吗？本来想团结和争取新人谱的黄华，茫然间隐隐地看到了新人谱背后的真正面目。黄华感到望子岛形势突变，事态严重，引起了极大警觉，并迅速向八路军115师师部做了报告。周政委，有
兰青啊，这是干啥去啊？去看看孩子，爸也捎信了，说呀孩子有奶喝了，有些胖了。哦，是吗？快去吧，快去吧。好，那我先走了。哎哎。老黄，师傅来电了。115师命令，经师长研究并报上级党委批准，西仁普同志赴延安庄党校学习，黄华同志接任教导第六旅旅长兼冀鲁边区军区司令员。新司令，你真的要去那个什么延安吗？你走了，我可咋办呀？得得得得得，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呢，全都是刀子嘴豆腐心。秦司令，这么着，一切全部交给我来办。你能办什么？你又能办什么？让您不去延安呗。一定是个好收成啊！哎呀，真盼着年年都有好收成啊！黄四呀，哎，今天是在大昭村开会吗？对呀，哎，今儿都早点收了。哎，好嘞，走。哎，你那儿还有完整的《论持久战》吗？有，怎么啊？要学习吗？啊不，我是想找一本给新四连看看。哦，好，哎，来，快请。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二位呢是鲁西军情报科的同志，来这呢是跟咱们交流一下情报。另外，跟大家通报一个事儿，新司令员最近要离开部队一阵子。好了，正式开会。我们冀鲁边区形势正在逐渐好转，敌我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队长干什么了？好，兄弟，我是咱军区手枪队队长黄广奎，奉咱新司令之命从望子岛来，找咱黄司令有事儿。进吧。好的。同志啊，哎，老乡，您有什么事吗？我找一下黄司令。哎，黄司令今天在开会，您改天再来吧。我这个大老远来，李叔，你咋来了？小李子呀，哎呦，我这是专程。来，李叔，啊，咱到里边说。哎，小李子，来，李叔，慢点啊。哎，哎，李子，哎，我这专门给黄司令啊送这个河北梆子的谱子来了。哦，哎呦，不容易呀。我跑了六个村子，才找着一个会写谱子的先生。你看，你看，哎呀，哎，李子啊，咱这个黄司令还会看谱子？会，咱黄司令啥都会。来，李叔，进屋喝点水，歇一歇。黄司令在开会呢。哦，好。啊，刚才这个锄奸科的陈科长谈了一些情况，下面有陆参谋长具体谈谈。冀鲁边区的情况是这样的，百团大战之后，敌人在青海线的兵力部署有所加强。今天请各位同志来，就是希望能针对这一情况做好相应的对策。干什么呢？兄弟，我是咱军区手枪队队长冯广奎，找咱黄司令有事儿。黄司令在开重要会议，任何人不得见。兄弟，我可是奉新司令之命来的。找咱黄司令有重要情况，那也不行。海清县外围据点的兵力也做了加强，沧州城也是同样的情况。好好好好。闺女。
是的。